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湘妹洋子。今天是永顺县青坪的场，正好老爸不是给这个家给他们做寿材吗？现在这个阶段要用到白乳椒了，所以老爸顺便我们去赶集看看集市上有没有白乳椒可以卖的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再买点菜，没猪肉了家里面，然后又不能去外面买猪肉，集市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菜可以买的。走。是吧？啊，听别人写其他的上，这去的地方后面。不是。180度的大转弯，到了，这条道叫国道，我那天说错了，我以为是省道，后来看了一下地图，上面写的是国道，国道352好像是。我们马上到青坪赶集的地方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青坪赶集的地方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现在已经下午1点多了，人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会比后坪人多一点。乌从军。好多腌菜啊。这个是乌鸡，它的毛好绒啊，好像猪头肉，好干净哦。买点蛋糕。这里的市场好大呀，都已经下午1点了，还有这么多人赶集，比后坪集市热闹。哎，牛角好白啊！好白啊！这大号的吗？大号的。好多板栗啊，5块钱一斤。豆腐，还有豆渣。这个好吃，炸豆酱啊。嗯，炸豆酱。我没炸豆酱。哈哈哈哈哈。哎。哈哈哈哈哈。好香呀！没底子啊！哦，天子现在不能。你们好气啊！别人买条好的椰子。好多烟丝啊，这个烟丝30块钱一两，你看这还有好多人哦。老黄历，这个里面可以看日子的，婚丧嫁娶都可以看日子。我上次才花不到五毛，你还要？有没有？这里面可以看日子。买了200。这个没得，那种看不到，这种看不到。老爸干什么事他都要看日子的。这次给姐夫的爸爸妈妈做寿材都看了日子的。核桃，
五块钱一斤核桃。这核桃也可以，五块钱一斤算。这个核桃是六块钱一斤的，颜色不一样。这叫什么？这核桃还可以，市里面卖十二块钱一斤的。五块钱一碗，别的。这么一大包核桃十块钱只要，两斤啊！老妈喜欢吃。橘子十块钱六斤，这橘子比我们上次买的橘子新鲜，好吃。那天买的那个不新鲜，今天这个橘子看着就好吃，皮很薄，本地的橘子。这种橘子可以做橘子罐头，特别好吃，皮薄。肉厚多汁，十块钱六斤，好便宜啊！你十块钱，干子十块六斤，黄瓜十块五个。干子十块六斤，黄瓜十块五个。干子十块六斤，黄瓜十块五个。十块的吃多少？到成都我吃的多，够钱的。这里的猪肉十四块钱一斤。这里有好多卤菜呀。幺妈也会做这些卤菜，这个黄色的小鱼四十块钱一斤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好多蔬菜啊！这个是绿豆面，很好吃的。柿子，本地叫此花。我们来这儿吃米粉啦。现在正好是中午的饭点了，老爸吃面，我们吃米粉。这是一家老店，这里的价钱很实惠啊，只要五块钱一碗。三十二年了，三十二年了，老板。三十二年，不喜欢的不放，放好你都不相信。好多老顾客在这吃面，全部是我老顾客，三十二年了已经开，全部是老客，好的，到这儿吃的，没得好的就往这儿拿点。这个在市里面至少要八块钱一碗，哦，没价。还有很多配菜，配菜都是免费的。你是坐这儿的呢？啊，你把门。老板开玩笑说，他做这个生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出生。三十二年了。哦，他出生的啊？王季杰出生的，我还没出生。哇塞，好有食欲啊！这个分量好足啊，这一碗满满的一碗，比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分量都要足。吃完了，好吃，又便宜又好吃又实惠。现在去买白乳椒。啊，天哪！啊，它有肉嘛？它有爆炸。买好了，回去了啊。这里赶集好热闹，现在已经两点了，那上面还有好多人，还有很多地摊，如果是来得早的话，地摊会更多更热闹。今天没有买到羊肉，本来想买点羊肉的，没有卖羊肉的，猪肉不买了，因为怕搞到猪瘟。这地方好热闹，下次我们来这儿再来玩一玩，来早一点，今天一点钟才来，来迟了。我们的马有好喜欢看马，有喝到，我想你替我带洗的，第二天你就回去。哎呀，我下期走的，对吧？这活动就在喊，那这那叫那可惜的，电话要打嘛，接的又不对。他们我不挂，他们把带着他们去，他们说。王师傅又在看日子了。啊，黄了。看黄历。哎呀，黄历。
橘子。这个橘子好便宜啊，今天这个橘子特别棒，很好，比我们上次买那个好。10块钱6斤，这一大袋是7斤，13块钱，7斤多。买了点吃的当零食吃。嗯，这个皮好薄啊，好多水，这个不能压，一压就坏了。哦，你画的面粉啊。好。嗯，亏的真巴巴一会儿。这个是要用的白乳胶粘木的，放到笋里面的，那个笋有一端是要放这个白乳胶的，拼在一起的时候白乳胶就把它们粘连在一起，加上笋的作用就会粘得很牢。看，这个就是笋，到时候会涂上白乳胶，粘的会更紧。